大家好，我是黄鸣，今天要来介绍台版的新角色圣诞客。这是一个限定角色，前卫输出兼辅助角色。首先从技能开始看，先看 UB。勝負と行こうか。目を離すなよ。賭けには強くてね。如果没有硬币的话，特大提升自身武功，然后对眼前的一名敌人造成特大伤害，并获得一个硬币。而如果有硬币，就对眼前一个敌人造成绝对命中的特大物理伤害。虽然都是特大，但数值上还是差很多的。看图片可以看得出来，持有硬币时造成的伤害比没有硬币的时候高了一倍。另外，这也是圣诞客唯一获得硬币以及消耗硬币的方式。接着是一技能，没有硬币的话，大幅提升我方角色的物攻。有硬币的话，中幅度提升我方角色物攻，并特大提升自身物攻。然后是二技能，没有硬币的话，对眼前一个敌人造成中幅度物理伤害。有硬币的话，对眼前一个敌人造成中幅度物理伤害，并小幅度提升我方全体的 TP 上升。另外，这个技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，这技能是有位移的，圣诞客会跑到最前面去挨揍。而如果在最前面的时候放 UB， 就可以直接卡在最前面，跟克罗一样玩换坦，这也是圣诞客的最大卖点。最后是 ES 技能，开战时提升自身的物理攻击力。好了，看完技能以后，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现在在日版的评价吧。日版网站现在给圣诞客的综合评价是 2S， 竞技场 C， 战略战 2S， 露娜塔 S， 基本上就是一个战略战专用的角色。那么这个角色要不要抽，可以从两点来看。第一点是圣诞客本人在战略战的表现。第二点呢，是由于圣诞客的羁绊属性有给3点的 TP 上升，由于同名的角色羁绊属性是共通的，所以如果没有圣诞客，少了这3点的 TP 上升，对普通客的影响大不大。这边先从第一点来看，圣诞客本身输出不错。现在画面上这张图片是3月日版战队战，圣诞客在3阶段的输出，可以看出圣诞客的伤害还是蛮不错的。而且他虽然不会破防，但有不错的辅助能力。最大的特色是，当 BOSS 伤害痛到最硬的输出角色也坦不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会考虑放坦克去扛。但大家也知道，放坦克的话伤害就会少很多，而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六星克罗或是圣诞客来换坦。如果可以靠着换坦省下坦克位置，队伍伤害通常就还不错。圣诞客呢是在日服11月底时装的，从时装到1月份，圣诞客的表现都还不错，但到2月份开始登场次数就开始下滑。原因有几个，第一个是专武新年日和的威胁，同样作为能输出能辅助的物理角色，当不需要换坦的时候，新年日和的表现是更棒的，所以新年日和有威胁到圣诞客的地位。第二个是四阶段的时装，日版从2月开始有四阶段，四阶段的王打超痛，已经不是可以靠换坦来省下坦克位置，而且圣诞客本身硬度也不是很够。在没有四阶段以前啦，大家讨论角色强度基本上不会把硬度列入考量，但四阶段实在太痛了。以3月的二王为例，四阶段的鸟 UB 打下去之后，角色血量太低的话会被晕，所以呢硬度是有差的。而四阶段因为王都打很痛，防又很高，圣诞客就比较难有上场机会了。不过在三阶段就还可以，从11周到35周这一段是三阶段，圣诞客就是这段时间比较有存在感。基本上圣诞客在日服就两个月用比较多，后面就蛮少用了。不过台版由于角色池比战队战是提早了一个月，圣诞客在四阶段之前应该是有3个月的上场时间，而等四阶段之后，圣诞客就会比较少用了。那说完圣诞客本人之后，来讲讲专武客。专武客现在在日服战队战几乎是物理队必上的角色之一，跟六星灵差不多。反正要出物理队，就先放六星灵跟专武客，剩下三个角色再看要放谁。借角色呢，基本上也就是一刀借六星灵，一刀借专武客，登场率非常惊人。那克因为本身能破防，输出又很扯，所以基本上只要出物理队就先放他就对了。而圣诞克的羁绊属性 TP 上升加3，对专武克的影响大不大呢？确实有影响，因为专武克的一技在实战中差不多可以回复600以上的 TP。 如果玩家的专武克可以在一技之前把 UB 打出去，那玩家就可以回复600多的 TP，
而如果另一个没有圣诞课的玩家，他必须要靠着一季回复的 TP 值才能放出 UB， 那他很可能会一补好几百的 TP 值，非常的亏，基本上很有可能就是整场少一发 UB 了。那克德一发 UB 在满破的情况下差不多是20万伤害，日版现在一刀呢差不多是600万左右的伤害，少20万多不多，我个人是觉得还好，勉强还能接受，应该说看荷包来决定啦。但比较麻烦的是抄作业的时候会超级麻烦，那我这个月在抄作业的时候发现我克的时间轴对不上，才发现我专武是没有升满的，专武也是有给 TP 上升，之前就想说克加一点，都用大势必买克的碎片来省密室，结果时间轴对不上，后来懒得自己调时间轴，我就把专武升满了。那专武克在日服没有意外的话，后续应该会人权好一段时间，在这段期间内只要没有圣诞课，每用一次自己的专武课，除非是 auto 了，不然时间轴很有可能会对不上，就非常的麻烦。好了，最后做个结论，圣诞课本身大概有两到三个月有蛮多上场机会的，后面就比较少上场了，单纯以上场率来说，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重要，但后面课有专武之后，没有圣诞课的话，出刀就会非常麻烦，伤害会少，而且抄有圣诞课的人的作业时，课的时间要自己调，就非常非常的麻烦。对于重心在战略战的玩家，这个角色没有的话，后果不会严重到哪里去，但就是很麻烦。我个人建议优先确保新年日和、新年黑猫、新年优衣还有情人节净流这四个角色都确保之后，才轮到圣诞课，就大概是这样。OK，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全部内容啦。喜欢的影片也可以点喜欢、订阅并分享，然后要开启订阅旁边的铃铛，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本频道的通知哦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やるじゃないか、今日一撃必殺、超全力全開、プリンセスストライク、やるじゃないか、宴の始まりだ、ナンバーガーバロン、アトラスト一だ、